为反客为主这样子，就被人家消遣一下。所以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今天讲师这个非常幽默哈。哎，小小朋友，不动不要，不要紧张，大家都会玩的，好不好？来那个。好，来，所有的人跟大家讲，就是注意让他们盖子一定要这样反过来。放下来，好，跟大家讲一下。看朱老师这边，你们想不想知道今天要玩什么啊？玩蓝莓。对，好聪明哦，都有做功课。因为我们今天有大概三分之一是新朋友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欢迎。哎，要先问一下新朋友，可不可以举个手？第一次来参加家人对你广场的朋友，来请举手。哎呦。跟我统计资料不符啊！好，这个我们再改进，谢谢。那虽然只有这几个，我们还是鼓掌欢迎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来。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很多年了，每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们都很欢乐哈。那很欢乐的原因是因为第一，有一个单位给我们经费，让我们可以办这个活动。那个单位来有奖征答，谁可以告诉我？说。出生之犊第一次来参加啊！你科技部哦，我还以为他说国科会耶，哇！你们校庆真是先进，没错，国会现在已经改制科技部，然后部长一直换哈。好，这个有点抱歉，谢谢科技部给我们经费补助，所以我们可以办这个活动。然后再来呢，学校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。哦，这个也是蛮常见的，在假日科学广场。可是很奇怪呢，就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吵架，为什么那感情会越吵越好？我们现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。可见，一起动手做，一起学习，是增进亲子关系最好的方法。我们今天讲师谢乃月老师，每一年都会来支持我们的活动。有上过谢老师课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举手。我忘记了。忘记了，谢老师多有心啊！谢老师可不可以请站起来一下？只要是参加假日科学广场，一定是这一件 T 恤，有没有看到？每一年都是这件 T 恤哦，这是专属假日科学广场的制服哦。然后我们为了搭配谢老师，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橘色系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两边都很有诚意。谢老师哦，大名鼎鼎。我就不说了，他其实已经退休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所以我稍微看一下谢老师的资料，他是，对，太年轻了，人家说你太年轻了。其实谢老师在我们这个圈子有一个外号叫“师奶插手”。好，怎么插手？他是新竹高中的老师啊，已经退休了。然后我这么多的这个经历跟成就里面，我谈两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比较特殊。有没有人在电视上看过谢老师主持的节目？好，如果是圆明台叫科学小原子，如果是客家电视台叫做游客家考科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哪一个？哦，世界电视台顾问还有主持 TV 客服班，好 TV 客服班，他东西多到我实在是记不起来，超过我的容量。还有中视，还有中视，还有哪？要不要一次把华视、台视、民视，华视、台视、民视，好，所有的无线电台全部都给他包了。所以你们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什么的？我们这个科普界的 super star。所以那个，这样说好了，如果在歌坛，我们那个年代的歌神是张学友嘛？对。好，那在这个科普界的话，我们谢老师的地位就跟张学友是一样的。我真的很厉害哦。今天主题只有一个，就是干冰，都已经在大家的桌上了，然后小朋友都跃跃欲试，然后都没有人想要听朱老师说话了，所以。怎么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今天的活动。老师大概已经拍200集电视了，那现在每天晚上有播出的哈，在83频道，83，1到4是7到8，嘿啊，然后2到5的话有6点都还有，啊6到7。那节目名称叫 TV 客服班，那它有三个单元，英语，然后国语跟科学，那我是科学的部分，那如果我那一部分就叫做奶奶爷爷玩科学，因为跟我的名字关系啊，他本来要用我的名字，我是说这样子有一点太超过，所以他改成奶奶爷爷玩科学，每天大概有15分钟，
哎，那我干冰已经录完了，所以应该你们下个礼拜一开始应该可以看到干冰。好，那所以今天要是玩得不过瘾的话，就看电视流口水这样。那干冰在很多县市很难买，但是在桃园我至少知道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在机场附近，那另外一个呢好像是在内坜那边。那干冰很好玩，你们现在拿到的大概就一公斤左右哈，一公斤55块，55号，然后它可以玩好多好多活动。那小朋友现在手上有讲义，我们请做一件事，把讲义收起来啊。对，因为先玩完再看，那就很刺激了啊。好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活动太多了，所以要抢一点时间给各位玩啊。现在，请每个人啊，用筷子，一人一双，夹一块干冰。然后不要放桌上哈，就夹着悬空啊，然后观察10秒钟。啊，还有5秒。好来，好，请把它放在杯里。OK， 好。放在杯中，杯子里，你们每个人有一个杯子，刚刚喝过饮料那个。好来，转过来看我，来，左手摸良心，来，这个良心，请你凭着良心跟我讲，你刚刚有闻一下那个干冰的举手，来拍手，来帮这几个拍手啊，来，刚刚有把干冰放在耳朵旁边听他声音的举手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刚刚有用手靠近干冰去感受它的温度的举手，来拍手，哎，好，刚刚有把干冰放在嘴巴的举手，没有哈，好，为什么谢老师要这样问呢？因为老师刚刚是请各位观察，我没有说请你看，我是说观察。那观察的目的是收集资讯，那我们收集资讯要用我们所有的工具，我们人身上有哪些工具？手、眼、耳、鼻、口、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都是资讯的来源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假如说我们先生存在21世纪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呢，很有创意。那很有创意的第一步就是先能观察。那观察的时候，你就要用你所有的感官，就这样哈。好，就好像瞎子摸象好了，每一位瞎子得到一部分，但是别人问那个瞎子说，哎，大象长怎样？哦，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，有大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尾巴，有柱子。那他说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们有开会，好不好？瞎子有开会，所以他们都知道了。各位小朋友，那我们人身上呢，这五位哈，对，眼耳鼻口手，就好像那五位盲人，那他们得到的资讯就送到脑子里面去统整，否则像你感冒，你鼻子就不灵嘛，你的资讯就不足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靠其他的，有没有？眼睛看不见，我们是不是要用手触觉？那手的话可以感受到温度、湿度跟压力，这是很重要的哈，好不好？小朋友，只要以后确认他没有安全顾虑，若不确认，你可以问，那我们就可以跟你讲说，这个可不可以摸，可不可以吃，能吃都要吃哦。饮料刚刚有没有放到嘴巴里？有，那你有观察到对不对？啊，有饮料你还不吃哦，太稀奇了。等一下那个冰棒你们都可以吃。那昨天不是上一次啊，那个韵如老师是不是有教你们做冰棒？上礼拜是啊。那个冰棒要比较久的时间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跟各位介绍干冰快速结冻的工具啊。干冰的温度谁知道？举手。2万度。哇、哦，好棒哦！哈，来，好，-78.5度摄氏度 C 啊。好，来，-78.5，然后加上今天的气温20度，快要100。小朋友，你的手放在煮沸的水里面，它的温差还不到100，可是你一定会烫伤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的手如果去摸到干冰，你就会怎样？冻伤。对，可以摸，但是像谢老师这样摸的话，都1秒2秒就丢掉。
啊，因为我们手上面有指纹，指纹上面有空气，那可以暂时性的隔绝哈。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拿着哈，然后等一下就去医院啦，把手指头切掉哦。哦，好可怕哟。好，来，好，那现在请各位呢，好，再用眼睛看一下啊。干冰有没有冒很多烟？有。好，来，选择题，你们都先不要讲话，我要举手表决哦。请问那个烟是什么 ？A， 啊，二氧化碳。B， 它是水蒸气。C， 那它是水。D， 它是冰块。E， 它是灵异现象。来，小朋友来手放一下，选 A， 二氧化碳的举手。哦，好多人啊，先给你拍手，不管你对不对。好，来，请放下。选 B， 它水蒸气的举手。啊，好多人哦，没有那么多，好，来开始。每个人都要举手，不管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还有旁边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都要举手。好。哎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科学学习方法，叫猜猜看，先猜，再操作，然后再观察。你如果直接告诉你答案，那你就会变成你要记很多东西。所以我都教学生要用猜的，猜中你就减轻学习负担，连猜都猜得中，我还要写笔记吗？不用嘛。啊，但是如果猜不中，你会觉得很刺激，我年纪这么大，他年纪那么小，居然他对我错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选 C， 认为刚刚的白白的是水的请举手。哎呦，后面那一排你们都干嘛了？来，请放下哈，来。选 E， 认为它是小冰块的请举手。哎，帮忙一下，没有人认为那个白白的是灵异现象举手。谢谢，拍手。来，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水蒸气眼睛看不见的，无色透明；二氧化碳眼睛看不见的，无色透明。所以你能看见的一定是什么？小水滴，好不好？啊，答对的举手一次，快点，来帮忙拍手。哦，好，我跟爸妈讲一下哈，像我们以前学习一个月才一次月考，那然后呢，全班只有一个第一名，那所以其他人都是 loser。那像我们这种动手做的课程，像我们中大学大学教育科技广场，哎，每个活动里面小朋友都有做对的机会。那只要做对了都是第一名，我们就要给他掌声鼓励，对不对？就像唱歌嘛，唱歌明明很难听，我们还是要说什么来宾掌声鼓励啊，对，所以答对答错的都不错啊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，来请各位啊做一件事咯。来，干冰在杯里，对不对？把它拿起来放在桌上哦，放桌上，干冰放桌上。好，来用那个筷子推一推，推一推。哦，它有没有开始滑？有，会滑哦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，那个叫什么呢？干冰它是不是冒出了很多的气体？什么气？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二氧化碳呢，就形成了一个气垫。这气垫呢？啊，我们就可以捞，可以捞。对，啊，那个气垫呢会帮助我们哈，啊，把东西拖起来，就像气垫船、气垫车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跟爸爸妈妈打撞球哈，啊，我拿我的干冰去撞它。好，那我们在高中、大学就有这种气垫啊，干冰圆盘拿来做弹性碰撞实验啊，那很容易做，你只要找一个铁罐。然后底下呢，哎，掉地上你可以捡起来，就数一秒两秒就要丢掉这样子。好，来，现在每个人拿一只汤匙，好，来压它。压啦压压压，有没有吱吱叫？有，为什么它会吱吱叫？它又不是小老鼠。压啦，吱吱叫。哎，为什么干冰会吱吱叫？谁知道？你说。啊，来，好，给他拍手，他说震动啊，来拍手。来，声音
是怎么产生的？两个字，声音两个字，震动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请问现在是干冰在震动，还是桌子震动，还是汤匙在震动？干冰在震动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干冰在震动吗？那你用筷子去压它，它会不会吱吱叫？筷子压它会不会吱吱叫？不是，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干冰在震动，是谁？汤匙来，真的吗？那我们请抓着汤匙勺，用汤匙柄去压它，声音会变怎样？有没有变小老鼠了？刚刚还是大老鼠，现在变小老鼠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汤匙勺跟那个汤匙柄比起来，汤匙柄比较怎样？比较柄啊，比较细，对不对？细的话就什么细比较小？两个字，什么细？什么细？一个字的，什么细？比较细的，比较轻的，什么性比较小？啊，这个要国中以上才学到，来一起说惯性。啊，爸爸妈妈刚都不讲话，因为他们要把机会留给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现在请各位做一件事，来手抓汤匙那个柄，然后对，在那个汤匙勺里面倒一些水。我们要介绍一下呢，这个干冰的用途之一叫做急速冷冻，你知道吗？干冰通常用来干什么？为什么机场附近有卖干冰呢？因为航空公司他们是不是要带旅客还要带吃的，那些吃的呢他就要把它冰起来，可是如果他在一台大冰箱，哇，那个很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买干冰，越飞就越轻，就这样哈。好，那大家就拿汤匙勺去压干冰，干冰摆桌上，干冰摆桌上压它，你可以看到水结冰哦，就在你眼前，慢慢结冰哦，真的。那还有，在什么情况下，那个人家要买干冰呢？然后要制造烟雾效果。还有呢，有的人比方说做那个饮料，对不对？要快速结冻，有没有？还有一种情况，半夜如果有人误导，那我们就要把它冰起来。啊，所以干冰是用来冰尸体的。来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老师发的干冰就是。直接买的，那没有用来那个验证的哈，不是。哎，你那边结冰了没有？汤匙里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我们的冰棒，哎，也慢慢成型哦。-78.5，等一下你的冰棒会变得很硬，非常硬哦。所以我们呢，大概冰个十几分钟就要吃，要不然会太冰了。来，好，那我要问大家，为什么我们的汤匙哈会发出声音？因为我们的干冰它是不是产生很多气体？这些气体想要跑出来，那它就推那个汤匙，但是这个汤匙呢又被你压回去，所以就这样推开回去，一秒钟会来回很多次，就造成了震动。震动就发出声音。